77年上班，上班以后呢，我就在那个学校实验室工作。我呢也是特别爱搞一些那个小发明创造。一个亲戚啊，他在那个果园说那个枣树需要割，后来我也上那个现场看了看，割是相当的累，我觉得那个太轻松，所以我回来以后呢，我就研制一个这个小型的那个就是割树的，所以当时我就想啊，就用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一个角磨机来代替这个是，比较简单适合。要求特别精，这树割太深，如果可能死了，如果割得薄，起不到那个割断那个养分往下输送那个效果，所以它的就是割的时候深浅的控制非常重要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那个果树啊，这个需要这个宽度，但是咱们现在刀具呢没有那么合适的刀，所以我就把那个几片刀挪下来使，效果不是太理想。割的时候啊，一个是那个层片特别多，它中间啊有条纹，因为它那个没有齿，所以磨那个树啊，把它磨得蒙蒙在那冒烟，它特别热，所以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好，所以这个呢，当时困难是挺大的。你这个还不行是吧？这个是不是硬了？我对你这产品我也不相信，你都回吧，我们都使这个还是老一套。我认为倒是使我这老一套老传统的，我更相信呢。做起来太困难了，这个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越简单越难做。我那个经常啊，一干呢就在这个办公室呢一直干到10点多，晚上回来我为了这个赶那个弄那个的吧，有时候我还上电脑啊画画图啥的，弄到这1-2点钟啥的，这也经常的事儿。杆和这树之间多深，用这个来控制，用这个呢可以调整那挡杆，调整那树咱们要切的那个地方，所以把这个定好以后，比如说你对好哪个树，对好了，然后这块对在这儿拧住了，然后深浅呢这样调好了，锁紧，按照一次性的这么一格，刀片我也加宽了，它的宽度跟深度基本上还挺符合，比第二次第一次的肯定是强多了，这应该都是挺好了。好，